朋友们看看啊，今天是11月1号啊，乌苏江的大改鱼啊，天我啊，昨天晚上下雪了，天真正的冷了啊，到冷的时候了，全是冷水的鱼一个啊，冷水鱼这一天啊，过去10天8天都打不了鱼了啊，硬块10天8天了，7天呗已经。黑斑狗鱼，白鱼，看这个都有，这鱼的联系我啊。